第二十六题，牛奶在冰箱可以保存较久，但在室温下却容易腐败，主要是受什么因素的影响？冰箱的温度比较低，所以反应比较慢，因此可以保存比较久。室温温度比较高，反应比较快，因此容易腐败。所以我很明显看到这个是温度的影响。所以第二十六题问我们说，主要是受到什么因素影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温度。